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ectro。 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，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底部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只是想自报这篇评论不是给你读者的特别建议，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最近加入市场的项目，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Swapnex， 所以他们的网站是 Swapnex.io， 然后 Swapnex 允许交易只买卖在几秒钟内一种货币加密，然后呢，同时交流。我们把所有官方使用的货币兑换一个网站，为交易者提供快速打开和干杯的机会。然后呢，他们有第三个，都是以最优厚的价格交易。然后呢，他们拥有独特能力。他们的一个聪明的交换平台怎么会这样？通过Swapnex， 我们的顾客可以访问，然后呢，在他们的迅速的套利交易系统，你们可以卖给其他人秒，在一个平台下杆700美元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从多个联系，在这里这是我们的，现在我们将申请从这里连接，然后我们将看到有都教育是如何进行的一级礼物，所以在我的月中你可以看到我是到了550 USDT， 然后呢作为奖励你可以看到我说到了5个月美元作为比特币。在这里有他们的平台统计，他们的经济指标，然后呢，我的账户统计，你们可以看都是在这里是150 USDT， 然后呢，在这里是154 USDT， 然后呢，这是他们的所有交易历史。现在我们认识交易模拟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看去他们的 Telegram， 他们的 Twitter， 他们都在这里。所以在这里，在他们的 Twitter， 他们这是他们的 Twitter， 他们有7747人在他们的 Twitter， 然后在他们的 Telegram， 他们有4000人，所以同志们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。然后他们的白皮书中有很多内容，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，可以仔细查看。我们将在白皮书中算计。所以伙计们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希望下次见到你。你认识 Swapnex 用户，交易在买卖在几秒钟内一级中货币加密，拥有独特的能力，在多个加密货币上运行，有一个聪明的交换平台怎么会这样？通过 Swapnex， 我们的客户可以官方访问，所以只有和官方使用的交易平台交易，只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轻松挂美银币交易所买卖加密货币，货币交易所放在一个网站上，用心
的放在一个网站上用速交易者关闭地档。现在我们将上层建立两者，然后我们将看到交易是如何向自己。然后呢，我们将分两部分进行这次审查。第一部分是网站了解什么是Swapnex， 看看是什么，然后核心有种不同，各新将提供什么问题和解决方法。他们没有频繁的提问，让我们存在一个山寨问题。所以伙伴们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希望下次见到你别忘了关注他们。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，照顾好自己。